Go go go，打球去喽！有自己的事情，这真的是有很多事情是很难受的，是很，但是你必须要面对。那你说你还是要孩子还是不要孩子？就是要勇敢的去面对。但是真的不要孩子也要勇敢的面对。但是如果我不知道，可能我会更勇敢一点。那有一年的春节，去他们老家过年，就从大年三十吧。到初三，我就没有醒过。燕燕这么喝酒，我和她吵架，以后不要再出去丢人了。正式的见家长，比如说她说，她没有说，从来没有，到现在我们都没有介绍啊。很惊奇吗？我就不想提这些。我就愿意给你去管我。但是不代表你管我的，我所有都喜欢。他不同意，不同意我的做法的时候，我会有点生气。江苏就像一个乌龟一样，嗖的一下就缩到壳子里了。这是真实的吗？说了也没用啊。